chal den shos hama gon de zo kunjo sumi la den shu shos 会念的一起念 不会念的 观想三宝即可 아니 데니 공다스 nga chema kapsula de chanyong igu de dai nga kule gos 这一次忘记带长恩歌颂本 下次过来的时候再把长恩歌颂本带过来 아, 抱歉 Okay. 三界皆当作见受那拉将就般多大内家所大界见所也别所难界如来遍界三界如来修 三界皆当作见受那拉将就般多大内家所大界见所也别所难见如来遍界三界如来修颂文 가진손담마지바감솜치지자보전진사위람메샵제베본도론드마메발라구이라도데네구송급아준비고네차사신자소체오다신선젠담지지지와네세란담지도두세와준비고네제소송안선도소강기샤존다유명함가사라존베단라신선베사위세조사위로겐메게디세이줄 두지다마군엔주렌지댄숨지강원차베통원베몽가베샤베드렌달리엔소로이종 오르젠설렌베멘동분설자유남조랑신린지조선소벤제덴종바와
Tani namkhatan nyembe semjen tam jege chedo tomar samba changchu chodo tu geba tang jede semba namar shus. Sou xian, wo men da jia yi qi lai tiao zhen jiang wen zhe tang ke de dong ji. Nei xin dang zhong yao fa qi yi ge wei li you qing yuan zhen huo de bu di xin lai qu ting wen jin tian de zhe tang ke. 마란수 샘젠 담지 아니 메데규 동안 메데바다 대규 대원 대바 담지 지바레스 매일의 종생도 향하여 리쿠德勒 아니 이나양 되는 대규 개원 루미시바 메데빈규 동안 밤 메시바 아니 아 가르서레 제대다 라레 시주로도 옹기 손에 너나 타메베 동안 소바 나라야 냠데요레스 但却不知道如何承办快乐的因以及如何断除痛苦的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将来引发众多痛苦的一些作为 아니 대수 탐 제장 랑기 파마마 요원의 지장 요마레스 但是在这一个天地下的所有的众生曾经都当过我们的父母 아니 이내야 계속 장교주를 아니 선생 탐제 파마주를 써야 돼 간리적 이유나 아니 대수 탐제에게 지금 파마주의 값으로 간리적 이유나 바지 삼도 가오레스 但提到这个部分，可能有人会想到说，为什么每一个众生曾经当过我的母亲、我的父母，而当他们如何当我的父母？ 말한수 코알레 개월림빈 뒤치 세르보다 코알레 개월림빈 장가 조지나 지산의 승교 말이스. 但是每一个众生漂泊于生死轮回的一个次数是不计其数的。 데인디 통만 매번에 다다게 바르도 나라서 코알레 기월렘비기 아니 장저시나 그런 장 밀랑와 드리샤디오레스 인츠 총우시라다 현재 우리 표보의 생사의 这个 次数 수法 计算的 아니 김선델레 때네 아니 갑갑소 아 삼진 딱 간다레 삼진 탐지 삼삼 나라서 파 삼삼 소속이 마 삼삼 소속이 년 삼삼 소속이 자 돈나 다니엠 버마 아니 네바 메비 왕도 돈나 심진 탐지 강더 소소단 드릴데요레스 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一切有情众生有时做我们的父亲有时做我们的母亲有时做我们的敌人甚至有时候做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总之呢每一个众生跟我自己或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 아주 된 거래 자당아니라 저와 칸요마르와스
这样，可挨不住去呢？可扎的扎上，念的念上，因是挨不赢的，这个都是。所以呢，跟我们之间是有接过缘的，但是呢，接过缘的这个善缘跟恶缘是没有一定的。如果善缘永远是善缘，恶缘永远是恶缘的话，那就比较容易决定。이나양대수탐지랭에바찌견요말이있어但是每个缘都是不确定的状态本来吃掉了扎银根吃掉了念一那样吃没了扎居了吃没了念一那样扎一那样吃没了念居了说吧但是叔叔给没事情拿了来扎念了也不看没多少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轻敌是没有一定的上半身的是轻柔有可能变成下半身的怨敌上半身的怨敌有可能变成下半身的轻柔但那些这个在阿妈给叔叔给扎眼的眼的在这个叔叔给爸妈叔叔给做不起来的有类似同样的道理我们上辈子的这一个怨敌有可能成为今生的父母或者是亲友아니생각만게제수수기밤아가래밤아이되겠는데서수수기년이되겠수수기잘미루는게조부베스트프렌드이되겠는데양생기기수수기아니자기다만차되는데내요래而上辈子的一个挚爱的朋友有可能变成我们今生的真正的怨敌금생들때는차다년세뒤쇠삼시개발을마도단쓴디기밤아세로단쓴디기조보세기뒤쇠삼시개발을마도가진레슴땅와이나생아만기아니가자대양다다기자기수술을내봐간제자원나신지기생아만기가르세를자대양결여레스단다다기나란수년지규대견데서생아만값은안솔은라차이비값은다다기자기가세내버겨나신컨세얀생아만그뒤서안솔내버던듯이깨요레스이내고뒤수잠지개벌렀때네다만수다다기년지뱀메세기지당아가서들라차봐시바뢰당마도와아니자기배고를깨지자야아니냠들은데멜로마던지기섬당고어때이내내값잠을마도고뒤쇠삼지개발을마도지금가진了삼당원이나지발을삼지삼지所以除了透站在时间的角度来去认知怨跟亲以外没有一个永恒的怨跟亲今生的这一个父母有可能是过去式的我们上辈子的一个敌人那他当我们敌人的时候就如同今生的敌人一样曾经有伤害过我们而今生的敌人呢有可能他是我们过上辈子的一个父母了那当我们父母的时候就如同今生的父母一样非常的爱护保护我们所以呢怨跟亲除了站在时间上的一个角度来去暂时认定或者定论以外并没有永恒的怨与亲大家多吗啊看看等你等你的我让说等你的身体他们接了君都啊你这个第四个七三七七八人嘛都可能给身体的了转念把他们了你不看也没都永生的了等你啊你但是他们接的就得我得那样啊你得就给我入门学吧了说吧的没得就动了没得呢动了就了我们要学就接的吧得应日切他다나다리다주르기밀리양다바시톱톱바잠도마세산지기댐바단절자와잠도마세게위신인지진진바잠도마세아니까도지된절랑돌기아니넘버인제비가고갑상부텐데치톱이값수파만선전탐지기된도아니치다둔양치귤라양다바치절토바치다랑돌기내도탐지술친제말로바치시에토바치자기산베군내랑디최년에디게좀레스所以所谓的怨跟亲它都是属于暂时性的并没有永恒的怨与亲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因此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每一个众生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这个角度而言，我们都有义务跟责任来去利益每一个众生。那么今生呢，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暇满的人生，并且呢，执于了佛陀的教法以及得见了善知识，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有特别的福报来进一步的去亲近佛法了。因此呢，为了利益天下劳苦一切有情众生，我要尽可能的去做一个正确的取舍，以利益一切有情众生，以此动机作为聆听正法的一个出发点。안 d 리 n 공 e 삼 g 지 g 토네 카디 n 공 a 세 b 베 chigito ne kadi ne kulung se de beke chumbres kadi ne kulung se de beke chumbres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动机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kulung se de ne ngarang gi chue shi bi kapsu du dan namba kodu kulung de beke chumbres in ba dan kadi ne kiran sula ma sal tap chune shi gi yos 我每次说法的时候，都一再的强调调整动机的重要性。开始的时候呢，我卡桑阿玛 last week 的卡桑阿玛看不到了，什么意思？上个礼拜我也有讲过。安尼，古龙说的给全部赢吧。动机是非常的重要。但那些古龙的来带呢，安尼上个全部的。늑두그리 마도지 꾸룽데 메소나 랑게 제부데 늑투엘라 칼레카부레스 一切修行的成果都是来自于动机的调整 꾸룽세디 마라수 레가 카레 취지된게 레가 카레 제바이네야 토마 꾸룽로 랑레바레스 无论是做世间或者是出世间，最初的动机是非常的重要。 꾸룽세디 칭수지단 꾸룽세디 디렉션의 야부 지 고마주나 If you don't know that your direction 어건다 sorry 아게 에 그런 다 디렉션의 고마주나 되니 에가 꾸룽세디 고마주나 랑 디렉션의 그 촉도도 하고 말해 촉도 하마거나 안 될에 에 가르스를 조당도도 하마거네 되니 디바룰라 론 차그레스 如果不知道要如何去调整动机，你就没有方向感了。如果没有方向感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每一步都会乱掉。对的，亚那讲究个心，亚那眼中个心，亚那特别心，看呀，如果这个过年冷的，什么难的，这个都能去养，哪怕是年少呢，啊你。 랑기 냠레야 차그레라 수수기 센딜레야 펭그레라 미셸라야 펜도 전부 용구레스 추에디 培养一个菩提心或者是出离心或者是良善的一颗心来去断恶行善修行的话修行的成果不止利益到自己同时也利益到他人 아니 나게 되는 마 슈에디 나라서 인포메이션 양바 시그메스 나랑기 시에디 조 냠랜다 냠도 드라니 제니 시에디 에가리 시에기 두바 요스 所以我每次讲法的时候不想一直在传递一个讯息了其实所讲的法我都是结合着自己的一个经验跟修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的这个三个所有的我们的三个就是我想要带的就是这个两个一起 see 听闻 엄마 그래서 퇴바 삼바 곰바스메로 퇴섬 곰숨나네 퇴바 양바 제네 시에데가 데 깜부레스 我们非常强调三件事情嘛，闻、思、修，但是我们一直停留在闻的一个阶段，那也无济于事。 刚刚的 这个用不到 用到但是很危险 第一 아니 컨템플레 니바데 삼바세 리게션 버리스 有了闻之后必须要有思是蛮重要的 대안한신 제기 아니 삼바데 여바이나 양 탈 냠렐라 니얼 마두바 닝부 찍도 들 마두소나 안 되서 담제 소솔라 대가스 펜도 용 마레스 但是光有思可是都无法将法义落实于修行上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김선 될 때에 가상 간주 텐담보 그 제가 날라 가래 망도 시에게 냠수 말랑나 계란슬라 뎁켜 아 이거 밥에요 마 파이 当不得了，当不得了，当不得了。在第三页。 在主讲到了非常重要的几句话了，纵然，嗯，片小，如果不羞耻，其况犹如，可死于湖旁。嗯，我们动了很多，啊，这个也动，那个动，到处都动。啊，我们想要学，到处都要学，想要学哦，从。 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懂很多的法义的，从各式各样的上师的座前来去听闻，以及去听闻各大各教派的这些法义。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 都有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各式各样的讯息。但是，始终不知道要如何修行，这才是一个问题。OK， 那讲了故事去修行。 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笑话不是，我不能笑。一个故事。啊，故事。啊，故事，故事写不了个字。不好意思，看不讲中文的，我以为讲藏文，他讲是故事，藏文故事叫做笑话了，我以为是故事。啊，不是。 one time, okay. Temachigla, ngama ngama ane George Balden Adisha, bela dende maashi bingola lojin rinjin sambo, then da jagal pende Balden Adisha dende shivres. 早期阿底夏尊者还没有到西藏之前，任前宗布大医师。 到印度去邀请阿底夏尊者。罗坚仁坚桑布说的，那是个什么个罗扎瓦，看他全部休息了。仁坚桑布大医师是在西藏非常有名的一位医师。同时也是一个大智者。 精通藏文化，同时也精通梵文跟佛法。刚开始见到阿底夏尊者的时候，他就当下跟阿底夏尊者提出这个邀请，请阿底夏尊者到西藏。 아니 그럼 아디샤기 렌젠 삼볼라 저 마보 나스 위스나 아디샤 존치 근 렌젠 좀 다이시 提出 许多的 问题 저와 가리 저와에는 탐제 렌라 렌젠 삼볼 토범에 밖에 없어 매次 提问的时候 렌젠 좀 다이시 都很 순리的 回答 아디샤 존치의 所有 问题 아디샤 샤라 이태아 阿底夏尊者，阿底夏尊者，然后，那么是杭州上阿妈，对，等着开吧，又是。阿底夏尊者非感到非常的惊讶，他没有想到西藏原来有这么
了不起的大智者。天智开发全部有呢，俺别利用过一些门路。同学想到说，既然西藏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大智者，我何必还要去西藏呢？应该是我不要吧，这样子。后来最后面他问一个问题，人家怎么说？追送，啊你他这种根本，他们这这种工作多啊，他们这好工作多啊，你那得他们这，娘子，他得他们这这个都真的娘子看着两个人，是那个就这。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跟人家这么大意思说，你都千经万论都了若指掌，那请问要如何融为一体而修行呢？怎么样的修行呢？事后人家怎么给连的给解决呢？人家这么大意思怎么回答呢？啊你熊叔叔可能看这些吧，那些得到的娘子两个人生送。他回答说，按照每一部经跟论的一个述说而来去修行。他怎么说我们这样子修行？阿迪夏一点点头痛。阿迪夏真的说落在我如此下死的。阿迪夏真的马上就说，你这个大意思已经腐烂了。腐烂 rotten already rotten smell。 然后他说 OK， 我一定要去西藏，否则很危险。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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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阿迪夏尊者当下就告诉给这位大意师说，了解千经万论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要懂得整理是更重要了。如果不懂得整理的话，这边讲的跟那边讲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之处，你就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去修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阿迪夏尊者他就开始决定要去西藏。后来到过西藏之后，他就撰写了以及宣说了许多要如何整理千经万论方面的教授。OK， 电力阿兰说呀，去忙不退，俺退吧，讲讲钱呢，俺呢叔叔给了钱吧，找我的，叔叔给圣诞礼吧，找我的，但那些跟他们这那几个都把别娘们养大过去，我满足呢，你个操的意思。所以身为一个修行者呢，就是我们听闻众多的法义之后，必须要懂得如何整理，跟自己的心理做一个结合。如果不懂得整理的部分的话，其实是蛮有危险的。去娘们这边你不找问题，让给女都读吧。修行的目的就是必须要去调伏自己的相续。叔叔给身体永不把那些给这卡里索的车满着我的这扎里着我多干不着我的这个身体永不干不得啊，你这去给你那不是那扎去给你不了的呢，卡里身不得让心给希望努力啊，你这卡里不一样不这卡里呢他们这水土吧这卡里呢他们这这个格里斯的家乡东乡这些用途的这个国的意思，顽固如石头般的我们的心绪，必须要透由佛法的一个修持来慢慢的去调伏，慢慢的去调整，使它更加的宽大以及容纳更多的讯息。马多这个你可以那 information 讲讲啥呢？ information 哈国啊， information 什么哈国的내술하고와잠시다민기남랑하고와잠시다아니흉루양손망보아니도저탐지기된다하고와잠시기아니
对吧？推到西新路的用途里的，一那样，你们没把塞着的，南京你们喜欢塞的，因为搞了靠谱的意思。只听闻一些佛法的一些讯息，以及懂得佛法的这个名相，但是都没有去整理的话，我们很难达成内心的一个调伏了。虽然透有听闻，使自己能够极静，但是内心的部分很难获得调伏。我让给在了吗？给不起别人么去肯定呢，送过谁意思？我的根本上师，贝诺法王。每次都说，光给，却自己嘛发现那样，让给许多人家都把这过过日即便是听闻一句的法语，必须要结合于自己的内心。却自己嘛发现那样，让给很多人家都把这过过日即便是一句的佛法，必须要落实于自己的内心当中。那俺做给他第一些吧，但咱们上马卡过呢，马些讲讲什么当个是吧？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自己懂得一些法义之后，我们就开始想跟其他人分享或者是宣说。当然很好，方向很好，但是自己怎么样要看。如果自己没有改变，这些方向意义有没有帮助到不到，不一定的，懂吗？所以自己。所有的动的这些法怎么样整理，然后自己这个当下怎么样来休息，怎么样来 how to train your mind condition 心都他们结果是 condition 呢你们的刚那个的刚扭扭起就等这个脱了也就这么结果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必须要透由佛法来去调伏自己的心绪，以及透过佛法的修持来减少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第三忙都谢讲娘子马浪呢加速这么多工资系统查死。所以刚刚这两句话当中有说到纵然片小如果不修持，其光犹如可死于湖盘。可是那是忙不歇吧一年呀，你们是连当马歇吧着的，你们是马拉呢？叔叔给生就了平均马的，叔叔了生就了马边呢，却忙不歇那样，偏到看也没读，偏呢，啊你没去让你看过没得呢？啊你别去忙不有时候给撒娇了也那样，去的毕竟没了吧是，这段七八的是。所以纵使了解千经万论，但是都没有去实修，其实是无法真正利益到自己的内心。就如同一个人口非常的渴，但而且呢已经到湖畔或者河边，但是都没有去喝水，而死在河边，跟这个状态是一样的。这边说，你来加速了多，加速的就，而且我是别个，等到星期日，既然加速了真的，而且考过没写是吧？但这边有说到湖，其实藏文叫做海，可能西藏没有海洋吧。要不然就算口渴了，但是到海边你也没办法喝海水吗？还是会渴死的。OK， 等你，到时候呢，开边嘛都他妈如中四意思。下一句是智者踏上恐生凡夫躯。这个很，本来马上就电池系统电池系统的我呢就。开始的生了偏不休息的生了输不休息都是。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内心非常有感触。很痛。背上。开始是呢马上说的穷穷你大大本都就去了就忙不起起我的事。因为我们从小到现在学习很多的佛法。按照前线那样的穷穷你什么差不多就你。他在本都确定真的对我来说，从小就出家到现在，我的生活是离不开佛法的。但是如果这个当下往生的话，我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肯定的。今生得了的呢，怕是他们的人说穷人嘛，都说没事穷人嘛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到时候只能剩下一个凡夫的尸体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尸体了。平常一个修行人，如果他往生的话，他的尸体就是不是一般的尸体，他的尸体就可能会红光身，或者黄身，红光身，亚那，叫绿度，亚那为绿度，亚那我们常常读他们的书，亚那就东南人士来说吧，没事给就各种什么没把巴不得也找的，但那些对面那样，他们说说个西格了，就把没把让了让完他吧去，顶次有吧去，他呢西格人嘛都，但是他们话那些西马的。身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者，到最后，不是成就红身，就是成就光身，不是成就光身，就是保持一个定力了，入定了。纵使没有入定，但是呢，他往生的时候很欢喜的，就是视死如归的一种精神来去死亡，而不绝对不会留下一个凡夫的尸体。啊，对，俺让说对，没呢，他们我就那样啊，开心、住心都，俺希望了，就不去讲没，对，绿的，对，绿的那个，可 limitation 的，可就是当眼睛去的，可了地有的，搞的是嘞，这，对，你什么了？可就是这个人做作业的，可等得去的，你那样，可，生的木头没把去当，俺呢，养就绿沙把去，就不改了，可让王爷把这个去当。可能了吧，可能个性、个性都被那康巴萨巴进来，康巴宁巴，入些就进来了呢。康巴萨巴了，接了。所以说，你把那个性、个性的几个家人嘛，都这个得了，俺吃不着当，写不着当，记不当，照顾他那用过的，是用嘛了吧？即便是一个凡夫，但是修行比较好的话，往生的时候可以心安理得的离开这个人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个血肉之躯，其实它是非常有限的，它是透过时间的一个流逝，总有一天会结束。当它结束的，我们就去换取另外一个身体了。所以，从一个身体进入另外一个身体，照理来说，应该带有一种欢喜心来去入才对。比方说，我们从旧的房间要搬到新的房间的时候，应该要怀有一种欢喜的心搬进去才对吧？Exciting 啊！我想要换呐、啊，这样子，但是结婚这样子不能换了、啊。OK，等的先啊，等的用不着啊。别说说了，什么人干涉，说说了什么人抓，说说个什么了，该先做先做啊。那你得看把啥把拧巴的啥把了，不会了，该着啊。所以有心理准备的话，就是我们会很欢喜的，很兴奋，从旧房子搬进新的房子嘛。这男性，俺俩说去年了也不有关系呢。哦，但捋不得，你捋不得，你把早擦下。但现在，你把啥把这个他都什么钱包子没把了，偏头推一个，你等这个能力有吧？等这个你把有吧？等这个偏头推一个，搞的说的砸了的，你把有的跟这个全部夹不起呢。个性做性都可能主要了，个人嘛都这个哦。大众得了呗，水嘛都得了，绿灯嘛都大众得了，抢先。那你别可能，可是说的绿灯嘛都先都等，车嘛都先都，东岸瀑布包都没把去用呢。等着今年，可是说刚刚车呢，得嘛的。只要有心理的准备，当我们舍弃这一个身体的时候，内心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因为它已经失效了。我们就开始换取另外一个身体来继续利益众生。所以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绝对不会去执着旧有的这一个尸体或者旧有的一个血肉之躯了。如果是有内心做好准备的一个人来讲，因为他开始去换取另外一个血肉之躯也好，或者另外一个身体来继续做利众的事业嘛。对的，但俺们说，去你们那忙不接我的他们，他们为若去马中也给他去接过来，马他了样，西个了，你就把买不起。Confidence 是有个意思。因此呢，我们修行必须要做到一个，到死时不要留下一个凡夫的一种血肉之躯的，最起码死时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心安理得的离开这个人世。马上说你是飞机要坐啥的意思？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过了。
他剩下的可是好过马里斯，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们也无法确定。这样，可固定，他等着去俺这个德里是呢，二百九元的这个度数。如果未来的时间能够现在可以确定的话，那也还好了。伊那样的，各地人各地把这地图给设定，数刚来给人的地图啊马里斯。但是我们还能够活多久，谁也无法保证。对你，大家呢？刚学吧的，娘子呢？得改成不认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必须要实修所懂的法医是蛮重要的。对了，那么这，那么这个，你可能考虑给那么来，考虑给让他们，让他们去，完了送到哪个省去吧的。曾经西藏有一位弟子，他跟自己的上师说：“请你告诉我你自己的传记。”那得那么给钱的了，那得共产党对面是，就共产吧，共产。这位上师的法号叫做共产仁波切，共产对面准吗？共，本面是开发全部认识。也是一个大智者。本面是年龄有根，还来一些认识。同时也是具有，同时也是一个大修行者。你那样，那共产开发给我们，开始供给让他们开始送的是呢？他跟他的弟子讲了什么样的一个传记呢？제도선에니슈탈마취지기가르세마주가르세를취해가야제게삼루매니취짜니담지지가르취지고삼루삼루짜니매니다나라서보고나와도되는영지니로니슈조사송시他是用那种写诗的方法来去告诉弟子，他说：“嗯，空的来说，俺来那么多名师看写句有嘛的。”他首先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自传要跟你讲。”你那样叫人念念得呢？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听的话，你吃干系统的笑话是。我跟你讲，我用四句话来描述一下我的自传。三年可能当起，结果满天呢。但确实有个什么可能在你面前呢？如你去等你先做什么？从来没有想过修行，而浪费了二十年呢。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从来没有想过哦，学习佛法，然后听闻佛法，然后就是是闻是修佛法，这些从来没有想过的，过是二十年。OK， 第二呢，这个。안다디스지가르스레최단저와차네다시제고도되네제도제도되네니슈탈스제고제고제고되네한가연제마드네로니슈조성스第二句话要修要修二十年啊，简单来说，第一叫做未曾想修佛法二十年，第二句话叫做要修要修二十年，因为跟佛法已经结缘了。那自己想说要修，想修，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就二十年已经结束了，所以四十年已经结束。OK， 四十年已经结束了，我们差不多，我们这样，等你，马中马中生你去谈。第三句话，未成未成。十年呢，也就是说二十年，去哪的嘛？对，啊，马中马中是去哪的了？又说来不及，来不及，或者是没有修到，没有修到，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十年或二十年这样子过去了，所以你是东北人，南台人。这就是虚度人生的故事。你听到吗？空州开发全部跟这些那样。这么一个大学者，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描述，那么我们要如何描述，或者是如何跟自己如何给对自己的一个人对自己人生做一个结论呢？大家刚刚他翻译懂吗？哦，你们懂就 OK。OK。
Tende indi en ganzo ya tamang ta. Juma zong. Aka. Ta nga mizi de kanya juma zong. Tanda bardo chi den kuru yi jawa ta da la yeng ne. Tende kanyang chene tamche. Ani. Ani pajo mila yan diga si pento ma duba. Mi yan tsimba chi ma zong. Ranyang deba kawan chi ma zong. Gyoba gyoba ta chene shigo chi zong so na. Tende. Chui jibi de la nyingbo ma zong ari. So ma de zhen sheng zhen yang guo chui. 的话其实非常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沙门人生或者是宝贵的这一个人生的实践里面，都没有修到什么佛法，也没有修到能够利益自己的佛法，同时也无法去利益他人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可惜了。嗯，对的，阿拉说，卡的，因为说了，看难的处，过呢，卡的，因为主要这一个全部的，阿的人开始接触诵。 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无时无刻都要反问自己是非常的重要了。在今天的这一个日子里面，我做到了什么事情？我有没有休息呢？ 这些部分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无时无刻都要自我反问。OK。我们剩下来人生的时间，如果能够投入佛法，那就最好不过。但是。 你看，一天里面多少我们可以花时间播放上，自己会知道的。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最多的计划就是我们现在上课的时间这个而已。但是上课的时间啊，身体在这边，但是心已经跑到公司、或家里、或者各式各样的，到处都会去的，魔鬼。 魔鬼的心，但是人家卡对那样卡说难度了呢？什么的？我呢，专门给买名字，他们卡是其他事的。第一，到了他们就学校了，当土个门徒。第二，你什么了？这些东西忙不就些那样？第二，你不年龄了，知道吧？去，看这些不多，所以呢，全都卡对那样，得学了，知道吧？就当得学了什么的？当然得别学么子。 要养成一个自我反问的一个习惯是非常的重要了，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有学习佛法，但是我真正能够修到多少了，或者说我如何要把这些所学习的一个法义能够落实于自己的心理上。我以前没有学过佛法，跟现在有学佛法的时候的差别是没有，改变是没有。 如果你真的一直改变没有的话，可能你修行的方法不对，或者你自己努力不够，或者你自己修行不够的一个点，你听懂吗？这些就是一直眼睛闭起来，一直跟着走，但是自己差别什么都，这些不了解的话，很危险。 大家听到吗？所以，拜托，啊，我让给，肯定那样，去学校苏州去考了学位那样，啊，你刚读读去，年多了，老人开读不起，开不起，人生肯定的学位，马些不的，些不结果嘞，现在老人来开读不起，我在哪里讲法，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分享法义，我每次都强调学习跟实修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学习是不懂得法义，透过学习来去了解嘛。那了解之后，你要把这些法义用来干嘛呢？就是要调伏自己的相续。为了能够调伏自己的相续，必须要实修。OK， 对的，那个时候的那是他们，他们使用的，他们如果没把钱呢，如果他们，我们讲那个。
시가라마라 개바 매바치다 문에 랍주나 세지 리지르 산제투에 데메나야 개바 매바치 용에게 로요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希望各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修行，至少我们临终的时候不要留下一个反复的尸体了，或者说临终的时候很麻烦，这个反复的尸体很麻烦啊，剩下的大家很临终的时候、啊、很多要烧香啊，那是不这个香啊，要很贵的香，为什么呢？很丑，这个尸体很臭 ，smell。所以要冰箱啊这些。如果休息很好的话，冰箱不要。他本来他自己冰箱有，他自然冰箱有的，他自然 OK 的，自然要有香的，到处都可以，很好。我们到处都就是，嗯，那边去头晕头痛，听到吗？修行不够的，修行够的话，那边去眼睛都亮，那边去很像，好很像，所以这些很重要。OK， 다디지로대발로동바대자로실라샤이건조대스네가지요인사시당이가서고박해要要一点点休息休息。5 minutes. 中场休息一下。呀，等你啊 ，DCE， 아니도지롱당개베개루송진람체양팔벤고아까라자셰바제나콜라장제지냠슬롤라고바총好，接下来呢，翻到第四页，从第四页开始。经序教界印藏贤者语，加持虽大，凡夫难理解。其余寺院庙堂虽所需，然于专一修持少需求。嗯，就是这个也很重要。第一，做客人阿郎说，这家人修行读书了，做秘密写过的是。这四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四句话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在家修行者而言的。嗯，出家人的话，他们有很多时间可以修，可以听，可以试喝，可以闻思一修的时间有。他们的工具就是只有这个，其他工具没有。但是我们在家人来讲的话，家里的事、公司的事，然后各式各样，然后这个上面加佛法的话。他佛法的精要这些不了解，然后其他各式各样我们出家样的这样子来学的话很难，所以这边说多聚龙党加倍开出松进了切阳，因此这句话是针对我们很忙碌的一个在家修行者而言的，所以尤其是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当中特别讲到一个重点了，经序教界印藏贤者语，加持虽大，啊，아니산기기체지품부계리시동라소바다대신도아니게나케바다한치다치실링비케바다낭아몽자케바베케바라소바산기기가이공바짤대겐기아니케르촌부터탐제기송두즈탐제일라안간조퇴삼탈친버지제구레세네아니덴드기퇴섬탈진부제기고갑요말이스이나양대수탐지신랍전부다내가전부다하건다빼면서야보래대이나양말한수미팔와아니대수탐지대탐지라지친바장투에다지친바지퇴섬검숨제투에기갈래가보래송라佛法是非常的浩瀚广大，其中包含了佛陀的八万四千种法蕴，以及印度、汉地、藏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解释佛陀教法的这些注解，所以是非常的深不可测，也是浩瀚广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学习这一切的经跟论是非常困难的。嗯 ，OK，
Tani, ta tenri chi ngo kaabu ye na, ta duzu tam che doji shunglu gya chunbo ting sabu jangin duzu tam che trazar sheba che na ko la kyang, bana gomba nang de, mezi chi ko lobjong che, mezi chi ta te tole jangu ye na, research ye rao ta tenri to ye na, ta de la ko la kyang, ha gya chunbo re de, ye na ya nga rang su chu nyamli nyumbu trilni, chi zi chi nyam su lingyen kansa la, de tam che, 学过也没办法有吗所以这么广大以及深不可测的佛法住在佛学院里面的这些僧众是必须他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因为他们是专攻于学佛的但是对在家修行者而言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习而且呢也没有必要去学习这么广大的法义 比如说, 这个 iPhone 如果做一个 iPhone 它的轮体 它怎么, 这些原来怎么样来的 然后怎么样做的 这些要做一个 iPhone 很多分开工作是不是 一些做大陆 一些做台湾 一些做美国 各式各样的国家做的 是不是 哇,很多过程 it needs a lot of process, right? 现在出家 你是们 然后这个这个结论他们的他就是他们这个工作给做的他的那些热情的 iPhone 的 process 热情的肯定凶的肯定差的就是他们这样的 在佛学院里面的比丘与比丘尼，他们是专攻于学习佛法的， 就如同制作这个iPhone手机一样， 他们每一个过程都必须要去了解的。 但是我们来讲的话， 有iPhone就OK， 就直接买， 用就OK的， 用到就是重点， 不是说它的过程怎么样， 听懂吗？ 我平常给比如 example, 比喻, right? 水果, 平常出家中, 他们就是, okay, 水果吃的, 水果, 但是, 水果, 但是里面来讲的话, 这些喝 juice, 听懂吗? 所以这边, 已经安排好, 一些修行的人, 他们修了很久, 很久, 然后他们的重点已经出来了 他们的这个iPhone已经出来了 OK 出来的这个iPhone 你直接用就OK 这个你有帮助很大 那这些过程的知道不知道不重要 OK 所以这些娘子人了所以在第四句话当中说到人与专一修持 少需求针对这些细节的部分呢？因此，老区直指意于心。这个意思就是，他第一等到的卡勒尔斯呢，根本组织上，他，娘们一个人干啥的？人家他们这制度这个等到宁波的，这里是呢，把雷拉布进行搞得成，根本组织。 所谓老取直指的意思是说，把修行的一个重点呐，透过浅显易懂的告诉给对方之意。OK， 哦，你的修行就是这样的，然后一个这样子介绍。 一个重点的一个精要，非常简单的，很清楚的，很有意义的，这个就是这个，这样子指引就是够了，不用透过很多事的意思呀。OK， 大家了解吗？等你创作了说，实际方面呢，说说让学马修眼巴尖，学习罗马本呢，考拉家，让等前面的年年来了。
接下来的五句话当中说到，应缘等等无量生妙法，各个经典无误确定者，弘传法脉弟子虽所需，未获自利来生利而修，总集于一修持为奥义。되니 알아서 배는 별을 섬다나야 되니 태과 섬기 람 차상 냠랭기 림바 용서 같이 다 요데레스 在西藏而言，已经有了一个圆融的，三圣的一个修行的核心精髓。台南新区的加拿大人，那个是我们说台湾的加拿大人，的有吧？同样在台湾跟汉地也有。那这当他自己可做，干的一面做早点见面就忘记，台湾什么的，出去看看家人嘛都。除了在部分的一个细节上使真意显得更清楚更明确，在各大教派之中的一个智者们对此的解读或者解释稍微不同以外，在这些有佛法兴盛的地方都有修行的一个核心。三界给天宝松金南下永说过去送了的，而且呢，也宣说了完整的三圣，也就是声闻圣、缘觉圣、大圣的一个修行的精髓。那你一年年都加开蒙没吧？三百每天没忘记，跟三姐姐出格里斯人带来去呀，蛮着蛮着送好的意思。但是针对于个别的众生，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佛陀宣说了不同的法门。第一章，他把送给南下送好的。也是因为如此，才有三圣的教法。对，可能给做做给延期，就是可能度假卡卡来延期不一样。但等你有不了，等你去给打当的，蛮着紧打送的。因为每一个说法众生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呢，佛法兴盛的时候是随着或者是配合着个别众生的一个需求而弘扬的。做年头给听吧，首先呢，做是初中啦，是九年，等你。大主给南下写的，他本来年底给台湾做些么？云南样，你上级军人的，他叫 Center India 呢，送的呢，斯里兰卡当、巴马当的呢嘛，数据送的呢，真带送的。像申文胜的一个行者而言，因为他们的根基跟一般的根基又不一样，因此佛法流传的时候，首先是在印度中央嘛，就是印度的菩提迦耶，之后慢慢的流传到斯里兰卡以及缅甸等地。安德南新这个，台湾全部给去的是他们去做拉布拉巴，丁一整个拉布拉西松呢，西松呢，等你，等你怕。Center India 呢 ，Kashmir 当等你 ，Canada 当 ，Korea 当，这个是嘞 ，Russia 当，这是他们这呢，哪儿送来的？台湾全部去的。因此，声闻的一个行止，他们把修行的一个精髓，主要是建立在境界上了；而大乘的一个行止，佛法的一个精髓，主要是建立在定学上。因此呢，佛法流传的时候，就是从印度开始流传到格西米尔，一直流传到汉地、韩国以及俄罗斯等。OK， 但那些这个，那你拉不拉吧？做，等你写不给拉吧？给写作呢？等你，开始说的，都是这个的，你听过？都是他们这样，你现在，加个现在印度呢，送的尼泊尔，那些不，你说不？有了说过样，打什么的？基于慧学的一个修持，佛法呢从印度流传到尼泊尔，到西藏以及蒙古等地。他就是那些一个确定了，做很多事情我是来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传承，我们称之为金刚圣。在南路来讲，台湾是米兰，恰上话有的是。
这一个金刚身里面也包含了一个圆融的三圣的法教。콜라 두비남 카르세레 니데기 남샤얀 요레 아니 대나 장주 선배 람기 남샤 용서고 요레 데나는 쪼 되네 상한 도르지 대비기 람기 남샤데 디스 직 다르잡 채와다 데기 원화 나올라 데기 갈질 나올라 슉치아 요레 其中包含了声闻的法教、菩萨修行的法教，也有金刚身的这些法教，但是呢，主要是以金刚身的法教为主。他对男人讲，等你，别了，等你养，就必须的全部给是呢。啊，本来，家家全部塞着当，做法全部塞着当，五门全部塞着当，细节拦着是呢。但等这个，啊你，就把卡，等这，外面这个去什么等你送就要的是。其中又包含了所谓的八大车轨了，其中包含了大手印、大圆满、大中观以及道果等法。就是他们这，等待就是玩嘛那个人。那么这些内容呢，以后我们会讲到。以后讲到，以后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会讲到。有的话可以讲得到。OK。丁的不好意思，丁的等你想做来说，少去帮面呢。说等这个这个三八单价钱比去个那么长，三斤米价吧，长了蛮多话去。但是他们这讲，叔叔也让兄妈兄挨巴掌。因此呢，我们刚刚念的这五句话当中说到应缘，应是大手印，缘是大圆满，应缘等等无量生妙法，各个经典无物确定者。他叔叔给。让兄马修把眼巴钱哦，他俺个种菜的田地人，俺个打瓦的田地人，俺个滚巴的田地人，俺个结巴的田地人，他住那么些田地田地人，是呢，马哲巴、马诺瓦、萨布，这呢，搞马修巴田都是他们些，所以说让给罗马教员啦，当本来他就住他个，资源啦，里边都有人是。保留自己的宗义跟自己的见地，对于摄受弟子或者是培养弟子跟。维护自己的这个宗派上面是有帮助的。就是他们这让给罗马了，贝勒了，贝，我说呢，规矩有吧？第二呢，星期个贝勒拉布有吧？第二呢，星期个卡萨布有吧？第二呢，星期个帕丘比个罗拉巴巴。我呢，你热下，现在那些蛮多的重要了，说吧？听这个课本忙不了，等呢，啊你这个听这三个点着我当，各下帮什么接着我当，就是他们这很多全部有的了，罗马贝勒。但主他钱了，很多有的是。伊那样，让点钱没点人娘们了，让给点多，啊你十七万讲吧，给些多，啊你娘们几不，个人娘们讲吧了，全部伊那。啊你点点刚下帮什么家全部钱你都是当了，说吧还想购买的是。就他们这个，哪个几都这边娘们的还过呢？你这个十七万给点主图也送。弘传法脉弟子虽所需。培养弟子跟保留自己的这一个宗派上面这些细节是有它绝对的必要，包括这些细节上的一个解释，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立跟破，也就是说立之中破他中的这些辩证是有它绝对的一个必要，但是为获自利来生利而修，总集于一，修持为奥义。可是为了来世的一个利益来讲，要懂得把这些核心价值总集为一而修持即可。这个在那宁波找的应该广东，阿迪切刚才说的阿迪切个罗先生人全部送完他，基本上是。其实这里面，终极实验吧。这里面讲的，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这些故事的内容是一样的。阿迪切尊者就是告诉这个人间这么大意师如何修行的怎内么容样是一样的。娘们，几个都知呢？看这些，我嘞，这些的给全部，你们去点吧，这是。总其唯一而修持是极其重要。等等等等嘛，去路马去看上畜生哇，住在点吧镇了，鬼没给，前面点击困难三把呢，超人没把当然讲那啥不是。接下来的四句话：宗派无杂善利诸宗论，
于职宗派教法虽所需，入为思量未来之利益，无分教派，静观为奥义。但地主，俺们大南去，俺们说去路康万康以内，他们就来大南去呢，伢们说来的给全部热身地些活的是。针对于每一个法门都要修静观而来去修行是非常重要。去路马去了，去路就是他们去，刚那刚些白呢，就是他们去马这吧，啊你不，伢们都他们去 mix 当那边，可能你如果突破那些没用吧。你马球卡上出上瓦斯，他们是就马这把说说说说上马的，别打不打，杀不打，啊你让出点不有吧？就是他们这，主他点不进来，鬼没意思。主他给怎样打？说说说说让路怎样啦？啊，就是他们这给我全部是得过五日，安排的过五日送。宗派无杂，指的是不要互相混合的意思了。善立诸宗论。于职宗派教法，虽所需，为了保留以及维护自己的宗派，这些要保持一个独立的自己的一个宗派，是有其绝对的必要。清明电器困难三百呢，确实没把大难讲的啥不是。若为思量未来之利益，无分教派，静观为奥义。세치마게덴두세난자아니타라와단탐지준비고반토에코나라삼르타네아니냠린제경바라삼르타와이나니출탐젤라초르메바지네다낭자네제와이나아수술레펜도니체그레스纯粹是为了获得来生的一个解脱。而来去修行的话，那么针对于个别的宗派，要有静观而来去修行。特别给全部认识，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确实没把大南疆说的，大南的肯定讲过认识呢。不分别，无分教派的这个静观要如何修呢？眼睛闭起来。네맥주네딱탐지야구래삼년배나토메러질대회에는들당당장쓰고말이지我们只是把眼睛闭起来说，哦，每一个宗派都是非常的殊胜，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个，不至于静观。昏沉沉来就 OK， 全部都 OK。这样子的话，动物也可以做得到，听懂吗？动物它们分别没有，哦，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这个分别性没有的，还安心的 ，peaceful， 但是黑暗当中，这种的这个不是叫啊，当啷个过来的？静观哦 ，pure perception，pure 概念，很静很干净的概念。智慧的概念，所以这些不是叫智慧的概念 ，OK？ 第二，你他们这个当当讲谁的？送给他呢？他们这个当当讲过的。所谓静观，必须要建立在三个点上。本没事给叔叔给。그래서시럽기당내루기된똑소나뭐네전에기내루기된똑소나아최탐지기내루탈도받을라마다고나왔어요가요말이시若通达诸法的实相，在实相当中并没有不净观可言。现在所有的这些不干净啊、不好啊、烦恼啊，这些就是我们自己业障重的缘故，看到就是这样的，眼睛业障重了，开玩笑，您听懂吗？听懂。
他原来的本子，原来的，嗯，可是嘞，可能去可能给我不给内陆的，也呢，光打包给他先的意思。诸法的实际状况本来就是清净的。OK，the basic our how to say the goodness of Buddha nature is everything is pure. Sorry, 他不会用。OK。俺说个一年六，这些人不晒的，可一年，俺们过什么个人生的？一年那么大个人生的，我懂吧？人生啥话，都是关键个人生的。所谓的如来藏，它是原本就是清净的、原始清净的、大悲普遍的一个体性。OK，我懂吧？体性为空，人生死了吧？本质为明，都是关键。大悲普遍。让先杀了，希望得让先也能打吧，杀了吧，漂亮的给些我的意思。本质为明的意思是说，它的本质本身就是清净之意。听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当我是等到天了，当然让嘛都要得让给，去他们这个打吧，也没那路嘛都被捐赠给，啊你。啊，得做法嘞，得咋嘛嘞，得上坡嘞，得念巴嘞，得压巴嘞，得度假嘞，得吃路得压巴嘞，得吃路度假嘞，是他们这通得的，马达松针给拿哇，马达为概念的通过。由于我们缺乏了通达实相的这个智慧，所以自然而然就有许多的分别念，比方说这时是对，只是错，只是净，只是不净等的这些分别念或者是杂念等，都是因为缺乏了通达实性的一个智慧而导致的。第二呢，心情我说哦，我去吃路的，我说去吃路的，哎，也不嘞，也不因为跟村村的认识呢，就是写的就是他们这，但吃路过嘛不写的就是他们这，可是什么的，天都吃路给保护的，嘛都这个这些娘子来了，那个这个是碰到有没好过嘛，一那样吃路给来了，得碰个嘞。同样的道理，我们非常的执着自己的教派嘛，我们也会说我的教派是非常的好。啊，那我其是实，大圆满的，我是大随圆满的，哦，我是宗教的，我是中共的，我是什么？基督，基督不是，基督教也可以，我是基督教的，我是什么？格鲁派，哦，我是说这个，基督宗啊，达摩祖师啊，这些各式各样，我们这些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听懂吗？但是真的修行来讲的话，这些不是重要的。但是为了这个弘扬、这个传承广大的话，这些帮助有，这些事情法一样的，你听懂吗？公是一样的。这些是真的。公司是？说的着急的。啥来着？这有点像一个工厂了 为了，这些都是为了保留自己的一个宗派，或者保护自己宗派。对于保留自己的宗派上面确实有帮助的，但是实修上面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样的一个言论呢。所以今天来着，主他点不准了，归没给。因此呢，这边都说于持宗派教法虽所需。刚刚说的一模一样，这些帮助就是啊，我这个很厉害，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鼓励，这个传承可以永永，活着，这个帮助有的，但是自己简单来修行的话，这些不一定要的。你自己进步，自己修行的话，每一个宗教法都怎么样来尊敬、同意、尊敬，你自己可以有帮助很大，帮得到，你听懂吗？对，我们这些家里边嘛，对，我们啊，别给他那些的。啊，那念的，尽管的长话说。OK，好，刚刚我张文讲了，意思差不多了，一样。念的，清明天气困难上班呢，穷人没办，难难讲了，啥子？下面两句话再所说到，若为思量未来之利益，无分教派，静观为奥义。所以，当然的人啊，等他什么写什么事。
我刚刚说到所谓的净观必须建立在三个点上吗？담보디가레스나코로나로얘네다봐인벌레인벌십이토네지다두바이나아니들어야단내로댕기다낭세워레근데주는배야버려야쇼레스第一个是从实相或者实性的角度来去看待所谓的这个法脉传承呢，比如说在实相当中并没有净与不净可言，也并没有分别念与杂念等，这是一个净观。OK， 那你把的第二个，你把的，要呢，说说给出路的是他这个哪个都是他们这的胳膊，用针。就他给那个就是他们这几千把钱好过土的好过土说呢哦今天你老公的地送完了一下你老公的地送完了一下那就他妈的把月今天做的地里什么都这个可能能能的人们都生的楼他们给了说过就是他们这帮你就他妈这把刀呢啊你胳膊搞下胳膊就是他们这好过不多第一你让心给当当用过去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到该宗派的背景，为什么这一个宗派当中宣说了跟其他宗派不一样的一些法门，一定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嘛？它的道理是什么？其理由是什么？其背景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如果这些背景的理由都能够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此宗派是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净观呢。嗯，一个人我们不了解他的话，就我们念头奇奇怪怪很多会显现啊，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这个人为什么那样的？但是他的个性真正的了解的话，我们也会接受。哦，他有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个问题也有的原因就是这个。这些了解的话，我感他会很轻的 ，become very close。你已经了解了，听懂吗？一模一样，各式各样的这些宗教，你真正的了解他们的意思什么有？他们的这些做的演绎是怎么样？然后这些清清楚楚了解的时候，哦，这个也没有问题啊，那个也没有问题啊。可能你们也会听啊，已经没有听过、没有看过藏传佛教的说，哦，这个不是这个佛教吗？啊，这个是真正的佛教吗？我们会有很多这个怀疑会，但是你慢慢学到，慢慢进。越近他们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哦，他们不是佛教的话，谁开佛教？开呀，开玩笑，你听到吗？是，听得听得，当堂讲座给他，人不这个样，听得认识过，那时候也不好过，information 也不好过，当年当堂讲座就用过，这就是。另外一种修净观的一个方法了，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到此宗派的一个背景跟它的一些系统。对呢，孙伯的，孙伯的，当然是那种韩国人、马国人，可如，我给没想到了，你读下来，你要不然写给我让了你把看下没读，对了的，我让我也做的，去年们的，三百三不接的嘞。한타로다탐지캠비고반토해들동안을매봤어야들내기체도출루가리인한탐지그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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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법이아니가르세를샘진질의펜토나주기도나야대주탐질의뒤기제기이내양하람매도강라법을하갈강기갑도기출루대에뒤조제신이출루신다든지탐질과가당음에출루신다든지탐질과가로다기기메세니아니수수냠레要不今天就给你借了。那么第三种是必须要懂得一些谦卑之心，也就是说自己呢并没有资格去说宗派的一个对错了，但是呢这些宗派在过去的一个历史上面呢确实是利益了很多的人，在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内利益了利益了无数个人，因此呢这些宗派的一个保留是必须的，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因缘呢，我跟哪一个宗派有因缘，比如说我的宗派其中之一的话，我必须要保持着这一个宗派的角度来去修行，但是呢我针对每一个宗派都修净观，绝对不去毁谤也不去批评，
这又是另外其中一个修静观的方法。点滴的三安南路啦，淡水芒果园边的淡水竹柏的啦，开始送二月份呢，去了那边竹柏园，先给竹塔当，先给修路了，没了当也，先给修路当，先给竹塔都是他们家独家的，是呢，等来的三安给淡水南路啦，的老竹马来送的，淡水竹柏都是这样的，对，给全部这样的，点滴，啊呢，点滴什么啦？这他们就来当当讲我的算了。密续法教当中有六大三昧耶了，第六个三昧也叫做不去批评以及毁谤任何的宗教。如果去批评毁谤或者说宗教的一个对错，就犯了此三昧耶。因此呢，针对任何一个宗派，都修一个静观或者起静观是特别重要。OK。对的，他堂堂讲出，堂堂爱人不送闲吧是。所以以上跟各位分享了一个三种修静观的方法。第一个就是 high class，高级的方法。这些就是我们做到不知道，不一定的。如果你有能力，你有智慧的话，可以做得到；没有智慧的话，这些做不到。但是第二节跟第三第第第二个跟第三的一定会做到的，这个我们自己怎么样想的而已。好不爽。那等你你把的搞的是呢？对，你把的你干了松，做，啊你，念书好过一点，去路线那个念书都是他们这高级高吧，全部都是好过呢，嗯对了，没得吧，用嘛的是。所以第一个是高境界的一种修法了，那么第二个、第三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第二是什么呢？我们说针对于每一个宗派跟法脉传承，要有一个全面性的宏观。但你说白的，来了不的多，苏州人看了那边有一个修路的啦，最不尊敬的，对了，那么啦，就俺修路现在都是他们这样，可都是他们这啦，卡单也找我的，都是他们这啦，这读下来呢，苏州人很多看也没读。수수기 쇼싱 냠낸라 이야기 드려라 팬도 강해면도 데인디 선발라 코파 따님라 샤나 드려야지. 第三个部分就是自己呢，主要是去修自己所敬仰的这一个宗派，但是呢，同时不去批评，也不去说其他宗派的一个对错。Just 你按住你自己的位置，不用到处乱，就 OK 的。OK， 等这，等你，他等的嘛？你把等的嘛？呀，开始读是那喇嘛，阿兰说他喇嘛等书过去学过的。接下来呢，这边就开始，介绍一直上师之礼。刚刚的这个就是传承的 business，现在的就是上师的 business。刚刚讲的部分是有关于传承的部分的，那么接下来所要介绍的是有关于医师之礼。那么就了，就说落地本地不行，就能过来讲，上了那么多人点给的呢，这都那么他们就的对。日给大伯，我们说的啥？很好，非常好，真的。语义上师足以心医治，若为彼心，心子虽所需。若欲升起觉正之功德，具远上师总集为一尊，官为部主，其情为奥义。他，俺老师，这趟三级的去路，对那年北京那年的去路的，那这个喇嘛社的辈们是给予新人社的辈，咋全部是这个意思？在。佛教的修持中，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这个法脉传承中，非常的强调医治善知识的重要性。喇嘛说的，多那阿兰说，他把当他们去见面，国王如果的接不了，啊呢，若给予信任，生意大，等不起了，没得呢，等呢，就托不到没法做些这个的意思。在
解脱与佛果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一直善知识，否则是寸步难行的。아니대인상아가르쳐를갈바똥기상기냐라만달레떼는중송하리스말해말해지난말해서갈성기동상이상기탐제장랑기라말레떼는상기에서오는마도기신이라마드나상기에서메레스在经典中有说到贤劫千佛都是依于上师而成佛的。可见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既然藏文里面喇嘛的意思就是喇的意思就是 supreme， 得了哈巴没吧，得了功能没吧。藏文的上师有一种无上之意。아니마세운데조아심전탐질라마지비무더도제외종종뉴비단위전질라라마세워요藏文叫做喇嘛，分开解释，喇是无上之意，嘛是如母爱子，对于一切有情众生有如母爱子般的悲心之意。对呢，他。김선생나지기전에서는라마세디가게든그루세고라그루세나미세지고차고세고라그루자리지와로고스에헤비지고차고콜텐소나렉비엔데양라나메바톱되게안디라텐비친주로소나텐술노소나아니지니바양미세지고차고용인사그루세로시렉저게레딘레오레스梵文叫做 guru， 它有一种重的一个含义，轻重的重，什么意思呢？很重，压力很大。如果在意识的过程当中，如理如法的去意识的话，由此而产生的功德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在意识的过程当中，如果颠倒意志，或者是说背道而驰的话，其所造作的一个罪恶也是相当的严重之意。所以。구루세리라마세코롱원에삼다나야리스폰스블촌보어리루멍원에삼다나야리스폰스블베니가차우리스所以所谓的这个一直善知识，对上师的这边角度来讲，或者对弟子角度来讲，都是有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大。对的，라마세운데라마코롱라야기지몽부시창구어리那么了，曾经忙不起点过我的意思。提到了上师，上师本身也具备许多的条件。等你，既然年代给台湾人呢，年代可能给陆丹听别那么给曾经有的，蒋介石被那么拉过来呢，蒋介石被那么给曾经有的，上岸多吉特被那么拉呢，多吉特被那么给曾经了说过，兄弟是那么送有的。在经论当中都有说到上师的一个定义，声闻圣有声闻圣的上师的定义，菩萨圣有菩萨圣上师的定义，而金刚圣也有金刚圣的上师的一个定义。 OK， 那你巴鲁鲁姆就送了当布拉玛大拉克斯，巴鲁鲁姆就曾经有说到起先善于观察上师，巴鲁拉玛顿拉克斯，其次善于依止上师，他们共结拉布拉克斯，最后善于修学其言。OK， 最后面就是上师怎么样，你也怎么样，copy比下来，刷印，印刷，印刷，叔叔让你他们让你那么照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上师。那么恐怕他念过的。要跟达到跟上师的这一个意愿或者密意达到一个同等的正量。对的，当不那么大了开是用的，那么的了那么的成年的军人学习成年的等个度等个度大一点的。
所谓起先善于，善是擅长的善，善于观察上师的意思是说，要看这位上师有没有具备经论当中所说的上师的一个条件跟定义。Chimin limba ke sunga res. Agar sa longchen ba ke sunga res. 龙金巴尊者曾经有说。Dambi chesul tada zoba ni nimi di su nyebar kana yang sa. Pa me se ki chik gyu ni sheba na shin chik lama ke chanyi yong zoba changen di. Nga ran su tada di nima di la tenri raya kale kabu res. 要寻求一个圆满符合经论的需求的一个上师，在五浊恶世的这一个时代是非常的困难。이는 at least 마탈라 아니 돔숨 나가자면 사실라 세운데 배나 치수수르 타요 돈발에 있는 내가 난가 데 나와다 까발라 소발 랑도르케 네 하고 왜난 장주 선비기 디기 가르세레 냠렌드즈 담젤라야 가르세레 랑도르케 네 고수게 아니 상아 상아 티몽다 티몽마인비기 란드르기 네드 탐지야 칼라 칸삼지기 규여되게 텐데치 지용 제너럴 온더세바이나 텐데치 담보코레스 但最起码要具备几个条件呢？第一，就是针对于别解脱界的一个趋势之别，要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者；第二，是针对于菩萨界的一个趋势之别，要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者；第三，一个是金刚密圣的一个三昧耶上面，它的一个趋势之别上有相当程度的一个熟悉者。这个是在五浊恶世的这一个时代里面，上师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条件。대신도되니가도지중로도지탐제라퇴바갸촌부요겐지고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针对于经以及论，或者经以及序，都有一个广大的听闻者。这些等这个推报的描述呢，然后弟子们问的时候，哦，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带呢？所以没办法，这是你的全部 information 来推报家全部养过不这意思。如果缺乏了广文的一个上师，他无法回答弟子答呃无法回答弟子的问题的，所以首先针对前经万论或者是经跟序都要有一个广大的听闻。但你这咱们的嘛是，句了，但你就先读这，开始读这先一开始嘞，接着从一个，年纪，年纪个人呐，蛮着哇，年纪全部去，都是接着从那一个女吧，年纪全部的，年纪讲讲不了说吧，但你个。즉 렌다 만들어 가지고 그래.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内心当中要有一个摄受弟子的慈心与悲心的一个力量。대한 당신 저기 상하기 규대 계수도서 탐 저기 초가 라렌 틱 길고르 두센 뜻도 탐 제라양 그 갈라 강삼지 규마 얘기인지 그거래. 还有针对于密教。密序当中的一个仪轨，跟西班牙明典，还有这个坛诊的部分，要有个相当程度的熟悉者。안돼안나신저기아소수의교육이방제예문받는수담제이나야갈강삼지그현래때나뇽아지안난게도부연된수담제이나야지도부의신진졸투바지된저기방도기연된나와지고그래서同时呢，也具备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断正的功德。所谓正功德，指的是，有能力可以为弟子做一个正确的引导，以及多少也都减少自己相续当中的一个烦恼者。대신도누비오부시토네섬진누비탑라케바지고데스누비오부시선진바다와냐바라마와덴제와덴팀바세조로와与此同时呢，也善于透过四摄事来调伏所化众生的相续者。四摄事，知道吗？爱语者、力行者、同事者。对，你听吧。念不了吗？对，用念不了吗？请，
布施者，布施者，爱语者，力行者，同事者。OK， 这些的方法来怎么样来？大家可以带的，等这些过日子。但都是他们这几档个人。一般来说是如此。但电脑那家大东，开始说的，他们没比个。난나기갑자기난라마생이간디땡고를쓴데내무슨대충보랬어但是不共的情不共不共的角度而言，所谓不共的角度，这都是以密学的这个角度而言，其实上师所要具备的条件是相当的广大了。哈。今天咱大今天给拉马生意，多难大这个，等到你不着些吧，伊呢？俺拉玛的让你朗读的那样都是写的个，但那些有了讲明些讲究的上面有的个，俺罗马耶稣圣那边个印记样有的个，对跟读这个耶稣那个塔布拉开吧，等得起马达了过的是。总之呢，最起码上师自己要熟悉取舍之道，以及相续当中多少也都有慈心跟悲心。还有善于挑化弟子的这些方便。那么这个就是落地问题，不仅仅能够来讲是。哦，他讲，不好意思。第二，他等这个，那么曾经当年把去人们都当不那么大了开始。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去观察上师是否符合着经论的要求。但是他们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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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的心，你看的时候，一切都不好。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个上师的功德？自己这个功德看的眼睛没有，眼睛业障重了。耳朵业障重了，所以听到了各式各样的好的不会听进去，不好的全部进去。你听到吗？所以这些还蛮，但是一那样，就说说给拉玛吉勒的那样，罗中去接我的，卡拉冈萨姆去，还过土嘞，说说没适当水呢，让让接水也被卸了去要嘞。但只要我们好好的，一语一个伤，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话。多少也都可以产生一些智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智慧，天性的智慧。上师有很多种。上师跟弟子关系的这个就是，我呢说说了，斯拉布雷吉德里拉玛吉当图松呢，对了，观察可以有嘛的，可让先给外面的对吧，一些外面的修住。如果对方是一个跟我们特别有因缘的一个上师的话，其实不需要特别去观察了，我们只要看到对方就是能够能够相信以及敬仰这位上师。本来没了这个通吗这个那么麻烦这个趁特别咱们去留个宝宝当那么多东西咱们去哪儿去啊干呢这样也蛮喜欢这个钱我那张的那么的麻烦那这个门都三呢，过上星期，等拉曼的错呢，他们拉不起来，就是他们这过吃了累当累个这位拉曼人的，得了观察结果起来有嘛意思？跟我们也特别善缘的一个上师或者是业缘的一个上师的话，那也不需要特别去观察了。比方说密勒日巴尊者来讲，他当听到马尔巴大师的这一个法号的时候，对他有一种毛孔打开，以及内心非常的感触。
当下他就决定说，这辈子我必须要去寻求这位上师，未寻不可。他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他的念头全部不见了。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这个醒过来的时候，一直想要看这个上师，我要这个上师，我要找这个上师。然后他找到的时候，不管他说了怎么样，不管他做了怎么样，他都还是那个那是个 100%。他可能给对吧？以及这几个关键人，他们主播都不说话。不管马尔巴大师的一个作为如何，米勒巴尊者是100%是相信马尔巴大师，所以到最后他就获得了成就。如果一些假的这些上师的话，你们的音乐将不会的。我们可能俺这边呢听过了，他然后俺就可是那么生意的马丁巴吉的。안된대기세레블레기절초로와서는된대기초로용초로와서는된대기또봐요대견시다된대기진압이요대견강사직다라된대천태와잠시기된대기나와도용으로만도지기가루이반렌라된대용에깔깔보리스或许会觉得说，跟自己没有特别的因缘的上师的，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身为一个弟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一般来说是很少的了。因为这种，他问你过要不什么事？我觉得他听错了。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我们觉得哦，一般一些这个本部人，一般假的上司，或者假的上司。也可以应验到这种的会不会，特别的业力的关系的缘故，可是嘞，控制单，他来给这个业主这个单，听这个感觉用的为什么？对了，不好意思呀，那边呢，他的他来给这边那么着急呢，他当时这么问的呢。像阿卡塞的那些大乔的塞罗，他的印度，我当时也没怎么着去了，那么，那么怎么去了？呀，就我就塞罗来给这个印塞的，可通话的忙着去稍微接送，就是等的用户热线，等用户搞了客户热线，热线的，我那那么生意那怎么去了？塞罗来给这边，那我的需求不用户了嘛都，那恁南京那么，那么民窟的个差不多个等的去了。아니근데그가르세를처럼레기적이나와되는영에갈카고를가르스는데영에라코롱지라마코롱라진랍다니바만라주고레스메시에들아니야두시나我没有听错吧？哦，这样很好。其实这样了，就是很或许我们会觉得说，虽然对方跟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善缘呢，或者是业缘。但是也可以有像米勒巴尊者这样的一个感触了，但实际上这是非常的困难呢、啊，非常非常的少了，因为现在有或许有许多有一些假冒的这个上师嘛，但是我们对他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感触，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使弟子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触，首先上师本身具备了一些条件嘛，要么他跟你有生生世世的以前有一个佛法上的一个因缘。或者他本身就具备了一个调伏你的一些特别的这一个因缘跟能力了，你才会当想到他，或者是当你听到他的一个法号的时候，内心当中有特别的一个感触。这个上师他自己有很强烈的价值的能力，然后很强烈的这些动的这些地方，这个 influence。哎，很重要的，不是说一般人都有应验什么什么，不一定的，很难的，一些可能。OK， 那理解。但呢，啊，但的马英比给拉玛这个他们这呢，第一次的结果，把拉曼的啦，电白伊呢，阿让拉偏到永沙的永沙马的，可能拉电这个开始演点看的看的多，都是他们这，心主界的结成不认识。
那第二就是透过运用自己的一个脑袋来去观察了，如果把对方拜为自己的一个善知识，我有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利益？这个呢，自己要谨慎去观察的一个点。然后我们检查的时候，要小心。小心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上师要有这个特殊的功德，要有这些。但是，你真正的了解的话，弟子有弟子的特殊的功德。如果你什么都不要，你自己，说说来开就演的，罗曼给村民干样点过没？那么给村里的电话我也是呢，叫什么罗斯？因为建立一个师徒的关系，上师这边呢，要具备上师应有的条件，弟子这边呢也具备弟子应有的条件，而并不是说只有上师具备了他的一个条件，弟子这边不需要什么，具备什么条件，绝对没有这一回事。听到吗？所以以前我听啊，本来阿妈阿让，感觉本来我们是姑娘来学习呢，都有告诉。贝诺法王的座前听闻法义的时候，等你谈到南区去，我就当昨天去该去的送回来。南区什么？天法。啊，然后那时候是刚好有传了天法跟大圆满的教授。等你他妈的，地南路来呀，当不喇嘛，喇嘛给村里的喇嘛开学的时候送过去。其中都有说到上师的相或者是定义。就是说，啊你，等你罗马给成一档，开始就是送好。也有说到弟子的定义。那我自己看这边的法王的时候，电脑里了写下去的，开始样子做不起，空了仓王咱们都没事，电脑里没别的，开始忙不一样，那你空了仓王去，马上通的，我呢对吧？但没给谁的过，阿不赔给东西。当时我发现，在贝诺法王的发现，贝诺法王的身上发现了，在这一些教授当中所说的善知识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定义。不仅如此，我在贝诺法王的身上还发现了，在这一些经论当中所没有讲到的众多的一个功德。因此呢，我当下对于贝诺法王的这一个信心更加的坚强了。我看着贝诺法王的时候，就是刚刚这个经典里面所有说的这些的功德，就在他那边。然后下来弟子的这个部分，然后看我们自己。这个也没有，要本来是搁这，得把鱼肉没吧？第一个就是不退转的信心。没有，写了全部。大慧，大智慧。没有，아니 그래 본순 담석자마 清净的三昧耶。没有，尊者全部。强烈的精进。没有，懒惰。我是一个懒，最懒惰的人。대한나신지금오늘저녁에라마단출래이제다대박미규그럼말맞춰봐지그럼라마라팀들어와나신지오늘저녁에된적이가난다또는고래서도没有。而且在这个能依弟子之相当中说到啊，弟子对于善知识要有一种恒常不变的一个信心，而这一个信心直接能够融入于上师自身的这样子一个程度了，但是这些都没有了。所以，天天的说了粗言大糊涂啊。所以观察的时候，不是矛头一直指着上师那边呢，我们应该要反观自照。如果你自己不错的话，你自己这弟子的这个弟子不错的话，然后配合这个弟子的上师，就是要观察的。但是自己没有什么。没有条件、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你一直观察，
看起来就是没有理由的。OK， 你才是玩一玩的，然后自己业障越来越多，累积的业障更多，这样也不好，对你不好，对自己修行不好，自己的智慧会越来越少，自己的烦恼会越来越长大、广大，虚名三样，这样是不要的。所以，怎么样来检查？一定要检查，但是检查的时候，自己要有什么能力，怎么样，智慧怎么样，努力怎么样，这些很重要，听懂吗 ？OK， 那么进来就说，他听着，把都那么点了开。那第二个叫做其次，善于依止上师吗？对呢，把都那么点了开，什么的？对呢，那么的曾经上网去的。아니 지 갈라강삼 지 직위에나 안 되라 수신도 균에 시바 나신 지 수수기 로마 천인 참여도 땡고 그래서 寻求到一位具德相的一个上师之后我们应该要按照经论的一个要求来如理如法的去医治 OK 我的重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末法时代的时候，百分之百完成的这样的上师很难找到的。但是 ，OK， 这样子找不到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眼睛，我们自己的智慧就是不够，所以检查也不到的。除非你有这个业力因缘具足的这些上师的话不一样。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就是我们要检查很难很难的，但是60%、70%觉得 OK 的时候，剩下的几个，30%、40%、40%就眼睛闭起来，100%很难的。你们结婚的时候也一模一样。100%你想要的这些的功德，这些的老公或太太，不会有的，不可能的。60% OK， 70% OK， 眼睛闭起来结婚。不好意思，如果你百分之百上面你想要找的话，这个人代表就是不会结婚的。你也百分之百找啊，这个上师就是什么正确的讲师的话，可能你也不会学的完整吧？应该是你一直烦恼这个上面，那时间全部去了，已经头发白了，现在没有找到正确的上师，然后你找时间花时间这个上面的话 ，OK， 所以50%、60% OK。智慧有，慈悲有，帮助到我，这样的话啊，我觉得 OK 不错，自己安排 OK 的，听懂吗？啊，所以啊，那么这个来接受落地吧，第一步进去呢，过来讲是。好，刚刚领导的就是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是欲以上师足以心医治。若为彼之心之虽所需，但却给那么嘞，俺也那么压度，俺也那么嘞，这等着这个，这个嘞，这个啥嘛，这个等着大一些了哇，但是比赛些一些了哇，俺那么等着是够的，俺那么开那么嘞，那边开些的，俺那么嘞，上个月俺那么嘞压嘞，现在等着给这个大一点是他们这，啊呢，他第一不进去呢，过来讲是。那么的教材不拉说吧，但这个他传承，目的呢，办主要了，那等着大家的很多有人，等这个就教澳洲去的，等这个confidence 去的，就是了很多有人送的。
弟子跟弟子之间互相比较，比方说我的上师的功德比你的上师功德还要来得殊胜，啊，这我种的的一个上分师别。就是法王，你的上师就是在上师。啊，我的上师就是，我的上师就是，仁波切，你的上师就是一个喇嘛。这些就是，啊，我看，这种的一个分别心，或者这样子一个念头，对于延续上师的一个传承上面可能会有帮助，但是实修上面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然后呢，念头原点改的呢，知道了吗？他们就就的意思。若欲升起觉正之功德，具缘上师总集为一尊。所以我们领受了各式各样的上师那边观点也好，口传也好，教授也好，各式各样的引导当下。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哦，上师。안졸라다강할가려래성원대선발라다라마멍부치차소나다니라마찍을때나찍을때무도찍을때나찍을때무도선배댄디기그런로만날라야강할멍부치고래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上师，那就会慢慢的产生许多的问题的。譬如说我一直 A 上师可能对 B 上师对不起的，一直 B 上师可能对 A 上师对不起的，所以弟子内部以后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对的，其当那么这么多用处嘛的是有嘛的，但也不是说只有一个上师不能多于一个上师，没有这一回事。那么说说了六点几个你那么卡在那用处这些可以有很多的上师一那样你那路来 confuse 马家也去的肯定是过过这些呢避免在这个过程中迷乱我们要怎么做呢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我们现在困难的地方困在的地方就是这边有很多上师然后我选哪一个？那是佛费样，佛费，法费，啊，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你法费的时候，你这个一点点吃，那个一点点吃，那个一点点吃，那个一点点吃。你吃的时候全部都哦，你不吃的这些讨厌吗？讨厌，讨不厌，讨不厌，是不是？就是这样。然后你吃的就是个啊，这个很好，不错，这个很好，不错，像是有没有？啊，有。这样子来做就 OK 的。这个另外一个部分，但这个开始是，只要他们那么他们就嫉妒的，所以说了，只要他们这个那么他们就嫉妒，对你供，聚缘上师总集为一尊，也就是说，跟自己有因缘的法缘的这些上师，我们要将它观为一体而修。比如说，我们上师相应法这个观想的时候，就你有很多上师，很多传承的上师，哦，很多各式各样人说了你有关系的上师，而这些。只有一个观想的话啊，你心里想啊，啊，他也这个里面没有啊，他也这个里面没有啊，怎么办？一点点悲伤，一点点，这个时候你觉得我有自卑啊，他没有，他不见了这样子。然后有的话太多啊，这样怎么办？这样子很难观想。所以这边说，这都喇嘛他们就嫉妒的，是让给干了一切有吧，让给干了对吧？所以说给喇嘛忙不有别难的呢，所以说给一切缺少的，所以说给他这个对吧？缺少给这个喇嘛的，做个弥补啦，在喇嘛界，俺得弄度喇嘛先他们这样得当，俺们都是旅游，他们这得弄度，俺呢他们这融入到，这个难了啦，把听呢，俺呢。你弄的，你呢？讲什么？就是。
所谓聚缘上师，总其为一尊。譬如说，我们有很多个上师，但是其中一定有我们最有信心的一个上师嘛。那么这个上师呢，要观在自己的顶尖。那其余的上师，我们也可以观想，其余的上师都融入于我最有信心的这一个上师，而来去观修即可。OK。就这八点阿底下个送好了。尊者曾经有说，雅格拉吉卓贝拉吉卢普斯，雅格拉吉卓贝拉吉卢普斯，雅格我按说雅格我给他这个意思呢，拉吉卓邦的拉他们这卓图的意思。说印度曾修一尊成百尊，对，拉吉卓贝拉吉雅梅卢普斯，西藏修百尊。连一尊都没有成修成，虽修百尊呢、啊，连一尊都没有修成。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印度人的就是印度人，每次都很厉害。印度我们印度的话，上师共享的时候，一个上师，然后融入到所有的你的主要的上师，你的最你有最你的根本上师，就是你共享这个，然后。这个一起，所谓的你有关系的上师，就是这个根本上师无漏无边。这样子说的话，你一个上师修完的时候，无量的上师都可以修完。你一个本尊这样子看的时候，这样子观想的时候，一个本尊修完的时候，无量的本尊可以完成，可以成就。但是西藏。你就哦，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我只要这个，这样我们也差不多这样的。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一个不是不是一百修，最后面找到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成就，一个也没有加持到，听懂吗？所以，这都那么他们就丢过来。因此，聚缘上师总计为一尊。日给达布光明说的不是不是。观为不足，其行为奥义。在那么讲了，诸根如不及，生生我还是。经中有说到，一百个上师，一百个根本上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顶部如意尊。他的那些，马上说让给日大，日他们就给达波，让给在喇嘛，让刚来没过一晚的，啊呢，但很多他们就念的都有，上能光白音呐，啊呢，搞的时候嘞，喇嘛他们就住土吧，喇嘛他们就养，啊呢，他们就但是他们就当他们就强念嘛，没着啊，搞点正所用啊，平日进了不久日送人。所以总之呢，自己最有信心的这个上师作为自己的一个部主，而安住于观想安住在顶尖而修行，与此同时呢，也观想所有的这些跟我有法缘的上师都融入于此部主或者是此上师当中来去修行的话，同时也可以得到所有上师们的一个加持，绝对不会失衡三昧耶的这些绝对不会有失衡三昧耶的危险性。OK， 他的喇嘛过的日子，他喇嘛等喇嘛他们去嫉妒的呢，你们俩看着吃过的，谁的空堂几个人？以上是属于有关于将一切的上师观为一体而修持的方法。他的那么一段，就是看着空堂的谁修过的。接下来就开始说明如何修本尊之力。一段具体讲座，搿个一。이담규대라소망보이기름소소녀룹소소와라친원굴젤라콜라젠드바장신오주토베탐제군들하신강주삽本尊续部诸佛菩萨众各个生次各个之念修虽为上师灌顶所需所必须清净遮障或成就之法总是一尊以咒为奥义 OK 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平常很困难这些这个当中这样按住了他一旦没有蒙不了的这样拉的了几天比拉的几天的比拉的你有的是
所有的本尊或者天尊可以分为两种，出世间跟世间跟出世间两种。아니 다나 간소 이담 세대 조 히랍길라 이시길라 아니 지 상게 사조기 아니 지라야 간준 세고레스 但是我们在这提到的这个本尊是已经成佛的智慧尊。너나 다 덴데기 다 이담 나 나기 나라에나 이담 코르페 몸보 송고레스 在密续教典里面有许多有关于本尊方面的教授。이담 주바까지 이담 바다 후사 바다 다 카르세레 이담 드레시고 가르사. 주바까지 아마추어 중요하다. 有点忘记了，之前有翻过那个法本呢，说有八大本尊者的这些教授了。他一旦遇到三种蒙蔽，给人们说说，念住说说话，那些蒙古接了过来讲。八大黑路卡了，刚刚就记得。本尊须部，诸佛菩萨众，各个次是各个生次，各个执念修，虽为上师。灌顶所必须。当然就简单，我简单来讲的话，那你第二个，本来他就本尊了佛有嘞，本尊了摩有嘞，他那心这个本来前者是找不到，阿弥陀佛找不着，你说说给他们拉下位呢？这个意思。本尊中有佛父与佛母了，但如果我们观修的话，可以以。阿弥陀佛与观世音作为所观修的一个焦点。아니 다 사카나 칸 소소게 아니 주바이네 지당 소소게 레기 데빌 하 지금 줍투소나 아니 줍탄 얘기를 해 송고레스 但是修任何一个本尊，如果可以的话，去修持一个跟自己特别有因缘跟业缘的一个本尊的话，对，成就上面是有太大，有很大的帮助，快速能够成就。他这样应用看得到的是哪？那这个因缘又如何去观察呢？怎么样来观察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我有应验的？既然按照本来我给告诉，王国给告诉，啊，你叔叔给一旦给他扛了八百度，带过满着了去。你讲了，蜜桃土壤的蜜桃，下了八股的，落了八股的，弄了八股的，啊你下了半那大，都是准备给拉走，那就弄了半那阿弥陀佛给，他到达，顶这个大有人是。当传授灌顶的时候，都有显示本尊的一个方法嘛。我们在一个那个盘子里面准备一些米，坛城里面，然后再投入一个花，拿花看它投掷到哪一个地方，东方还是西方？如果是东方的话，东方的这个主尊就是金刚萨埵嘛；西方的话是阿弥陀佛。他这段在那说吧，他说是带有人是。同样的道理，每一个本尊都有他的一个观察法。伊那样，但俺那是往当地的国家买一把鸡蛋给，他呢，你拉的当俺你，他们买一把这个看着有人是哪？但是我们首先撇开这个灌顶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要如何去观察这个本尊跟我，或者我与此本尊之间有特别的因缘呢？本呐。既然啥呢？南巴，对面既然南巴马的，伊那样，罗布都，空云菩萨给，波香照的，照片照是通往的什么了？既然给什么的让心给，就明年去满主也照的，让心给得了高文也照的，名声给得了就，除了满照就是用呢，不是既然给来给这里边，大照就是。譬如说，你曾经是非佛教徒了，但是当你看到观音佛像的时候，对观你音来菩说，萨也好，绿度摩也好，莲花生大士也好，各式各样的一些变成，菩萨，OK。对你有特别的感触，比方说毛孔打开或者是眼泪直流等，这就表示你跟此本尊之间有特别的一些因缘。哦，或者你学过了很多本尊，但是
你很危险的时候，第一个念头里面哪一个变成出来？阿弥陀佛，我满地变面红，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很危险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来的就是你有很有信心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特别你的本尊，特别的本尊，自己特别的本尊，就有很多本尊当中自己特别有关的这个说的话，对，可是嘞，舍不了，你罗，别那些住不了用我的意思。如果去修这种的一个本尊的话，有助于快速修成。但是呢，俺说了，往龙池某某去通的什么了？但是变成卡个样，对，俺啥物事？对，他公布这些，但是这个光看某某，他的这个囊中间某某去用过这些。但是，传授灌顶的时候，因为每一个灌顶的他的基本的一个要求不一样，所以个别的本尊，它属于个别本尊的一个功课嘛。对的，俺说的，你从给弟子们，他上岸给罗曼德说了，他们是刚刚听过的。所以也是因为如此，这些密教密法的弟子们遇到许多的困难。啊，这个作为要念，那个作为要念，这个本尊要修，那个本尊要修。每一个观定的时候，每一个八本，每一个八本的时候，每一个观想的部分不一样。然后念，什么作为的部分不一样。然后这个不修，不对，什么样问题？修的不完整，那是家里的事情很多，然后功课太多，所以有时候怎么样？不需要，没不去关定这些比较好，啊，但是这样舍不得，而去压力太多，不去心里不满足，很尴尬。所以这个时候，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就前面我们就这个说的，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本尊，然后怎么样观想，怎么样，这个作为念完成，这些就是一个大上师、大菩萨哦，或者一个法王来讲的话，他要许多灌顶，要给大家，一定要他自己说完。所以这些就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一个本部人，我们自己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不一定每一个清清楚楚要念的。他这边说的，你看不是我说的。如果我说的话他怎么样？但是这个以前禅教人说的，你看呐，杰林叔叔、念珠叔叔，那些问过去了，哭了讲。在这边已经写的很清楚了，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各个生次，各个之念修，虽为上师灌顶所必须。这把讲些，我就特别他们结婚的那些阿姐说，俺做了干的活也是呢，叔叔给这把羊打吧，啊你，干啥？我就羊托不，但俺男性这个，啊你，他们这个天天念不当归，压力羊没把钱的，干的是公务的是呢，那些阿姐啥不是？수수단 레기 저어 요경기 산디 곰 디나노르 하 삼지 상와치 수수단 저어 요기 산디 칸 가레 오마니 베마오인 오마니 베마오 구름 붙이네 구름 붙이디 안에 대단 냠도 하 삼지 기 나디야 하 삼지 구름 붙일 뒤에나 나 삼지 딜 뒤그레 된 디 뒤붙을도 참게요 저는 곰나 저그레 송세 친진 저장 호천 救之法 总是一尊一咒为奥义，我们要吸取这两句话就好了。那么这边有提到说，能够清净罪障，同时呢也获得成就的一个法门，就是将最有信心的一个本尊，或者最有因缘的这个本尊，
要作为观修的一个主要的焦点。那其他的本尊呢，观想都融入一次本尊当中，而持咒的时候也是如此。比方说，我们所修的一个本尊是以观世音为主的话，那就持六字真言；而持六字真言的一个心咒的时候，要观想其他本尊的一个心咒都融入于此咒语当中，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所有的本尊都融入于主尊当中，那么所有的心咒都可以融入于此本尊的一个心咒里面嘛。这个复杂的就我们自己复杂，本身他们没有复杂，本身他们 OK 的，他们可以全部融入到一个呀，他们 OK 的，全部无量开遍无白什么什么什么白字无白字无白字啊，白像千佛啊，各式各样就可以无量的可以的。那是终身无量嘛，但是这个度也要无量的方法，所以菩萨无量啊。但是他们融入到一个他们来讲的话没问题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太复杂想，然后论的做的太复杂，然后做后面就自己变了疯了，疯了，气全部上来，气全部应该是啊本身的价值。自己已经变了，本身很舒服，很好的噻。所以说呀，我那天那个去，一当给来一张信，英国来那我当满洲，他当找我邮过的，你买不起呢。他们所说的本没事，就开始说的，富了压力强的。照理来说，修本尊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观为本尊嘛，自观本尊。但是我们的修法反而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到最后呢，就满满的压力呀。看了东北人荣王得了，他们就荣王人什么的。在经典当中说到，诸法为空性，一法中融入于空性。所以本身的它的内容也就空性的。然后就是智慧的、空性的、慈悲的，这些不会有复杂的，全部可以融入到一起，全部可以放开，什么各式各样都可以。它的价值本来有的，听懂吗？你可以更多本尊观想的时候，更多的价值可以领受得到。你一个本尊观想，什么都全部放开的时候，你的价值就只有一个。所以阿底峡尊者说，印度人一个本尊修，无量的本尊可以领受这个成就；西藏人无量的本尊修，一个本尊修得不到的，演绎就是呗。大家了解吗？了解。OK。好，理解。直播讲行，直播讲 OK， 然后你们可能会跟着什么程度的？卡里金的啥功夫的？卡里金的哪大功夫的？是哪？或许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观修本尊？为什么要持咒呢？你听懂吗？那是你们大部分就是background， 显教的 background。密教的这些不懂，所以为什么需要本尊？OK， 这个我一点点可以，解释给你们。本来我上岸搞不了，他们搞我没把意思，他们不有嘞，是吗？在密学教典中有许多的善巧。所以，啊，你，但他们不有别难呢？别难，啥主笔搞不来呀？别难，啥的当地，你一当的当地，主他不给，他们不有嘞。第一趟呢，呀，他比国王主要来来了不起来，们不有嘞。所以，自然就有许多个别本尊的一个成就法。那么，因为有众多的这些成就法的缘故，有助于快速成佛。来了不及的谢巴依呢，俺让说了有的开始旅，俺意思么是？
简单来说，重点在我们的身口意。简单来说的，我们只有我们现在我们在的就是身口意，但是我们的身口意就是不清净的身口意，是不是？不清净的身体，身体没有佛，身口没有佛，佛的口，第二呢是这个意也没有佛的意，听你有人得了的呢，身口意的不清净的，为了清净的缘故，就观想本尊。但如海一郎心都烧了的，阿一郎心都烧了的，一真道，一心一郎心都烧了的，也是我。所以，为了将不净的身口意转为清净的身与意，要将自身观为佛身而修，自语观为咒语而修，自意观为智慧而修。听得吗？多一难了了，六二这边六三界三界修过吗？多一难了了。显教当中并没有说到身为佛的这一个教授，显部进步进步里面那就多难罗了啊，长期跟对了一遍多难就三对了，那你多难罗了啊，那显教当中并没有讲到这个身为佛的教授，那么难罗了吕阳三级国帮助他去学过，但是密教当中有说到，连身自身都可以转为佛身。第一，众生得了的呢，绿阳加绿诸故多阿斯。也是因为如此，才会有红光身的这些成就者。身体也可以红光身，多阿斯。第二呢，甚至给，阿尼米卡西吉姆拉伊我欧蒙迪桑巴拉米，他我呢？他们啥主菜有些了，没现在给打那样，啥我同意。我说，本来就让建筑师，工地给伢们去定，刚才去，刚才去的没现在给样，就建筑师专心同活所以，修成升级次第的一个人呢、久了之后，连一般人看他的时候，看到本尊，比如说他是以观修观世音菩萨为主的话，等他修成了升级次第之后。有人外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看到观世音菩萨。但是这个有很多次第要来修，不是马上观音菩萨修，然后大家看到观音菩萨，你们要清楚啊。OK， 所以第一个就是自己观想观音菩萨，第二个就是自己看到观音菩萨，第三个次第的时候。人家别的人看到你的时候，观音菩萨这种的，但是这个要很多下面升级次第部分讲的时候，可以比较多解释给你们听。OK， 现在就是种子 ，seed， 三遍怎么解释？现在讲的是一个种子，也就是讲的就大略的讲解一下而已。嗯，天地绿沙谷让先过灭。但是我们说我的家庭是马达吧那你八卦跟你讲讲的话那我们的语呢通常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是讲八卦吗尊妄语叉吗两舍粗粗粗语我叫了八卦写过了其余等等等这些没有我们没有高兴没有 enjoy， 为了 enjoy 啊，这个。但是金刚城里面就是，如果你要 enjoy 的话，念咒语。啊，那个让选的大事，那的三界他们这个诵读这个让选的意思。要将自语观为咒语的体性，而咒语是一切诸佛的语的本质。他，俺的让给
나 탐체 양 되니 나과 계란 신도 징길라 그래. 응. 나도 같이 나와서 그래. 응, 나도 된소나 나도 나과 차고 그래. 持咒来净化自己的欲了，换言之，持咒就有净化自己欲的一个功能。 有关于语的修持的部分，这个部分呢，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讲。一必须等于本尊的正量。 所以呢，为了将自身的身口意转为本尊的身与意，而来这修本尊。对的，等你让给来当者，有一个垃圾的，母亲的公，安尼的阿的母亲的，但得当念头拉康那康，伊那样阿康那康伊那，他们就得当了参与，他们就得当了。 뉴니 엘메도 곰소나 아니 사탐지 주용구리 마탐지 주용구리所以专攻于专修自己特别有信心的本尊以及专持此本尊的一个咒语，与此同时要观想所有的本尊都融入于此本尊当中，所有的咒语都融入于此心咒当中，而来去持咒即可。但是做人明见明明盲不能， 这个 忙不缺了，苦了，让人念多也念几遍的，他们就决定我叫那啥不是。接下来，聚缘无缘，诸缘满次第，虽未解说，教是所必须升起觉正功德之方法，总是唯一守本为奥义。他呀，他给人吃，他做人你不得了，做人不是问题，他得了呀，不是。 提到了圆满次第，它有许多的细节。简单来说，圆满次第主要讲的是有关于空性方面的内意。刚刚的就是，但是第一堂不学完的，做什么事的，他讲，懂你过的解释。简单来说，圆满次第主要讲的是有关于空性方面的内意。刚刚的就是，但是第一堂不学，工作给，来给人学过了，但是做什么的做，连他们。 升级次第的部分呢，主要讲的是如何观修本尊，而圆满次第的部分主要强调诠释的是诸法的实相或者是空性方面的内意。OK， 他这里做什么的来明确一个，呈现一个做什么，侧面一个做什么，我不晓得是。而圆满次第又分为许多种，比如说。 具象的圆满次第跟无相的圆满次第等。所谓具象圆满次第，指的是气脉明点的修持。前面做什么事的，懂你，我这里讲的。无相圆满次第是指空性跟光明的修持。就是他们讲的嘛，他前面用的。而这些内意，下次都会讲到。 这个忙不缺了，苦了讲是，但这个这个忙不闲了，等了，就是他们去南下，家中不闲的过过日子。所谓解说教是所必须，也就是说这些细节的部分，为了为他人宣说教授，是必须的。因为让了人都给人点给别他说，等你做人的是他们这样，我懂你这个，俺了，对起来，懂嘛你这个，等大家好过说呢。 做人他们就得了丢人，是不是？升起觉真功德功德之方法，总是为守本为奥义。意思是说，观修空性，所有的圆满次第的一个修持，都统摄于空性的一个修持当中。总之呢，能够专注于心之本性。 这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次第的修持。这个本，你自己一直不断看自己的心的本觉、心的空性的部分。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为主的话，他的意思本来有的，原本次第的意思本来有的意思 ，OK。但那点嘛，只要把七年接到哪年接，大约电路没进马那样，他不就没事多，然后他难度让什么在我就不少。接下来的四句话当中有说到由外或内断除诸细论，指引见地方式虽众多，犹如炉火，尽灭尽烟自灭，内断自心无名为奥义。他的做大话过的些话的意思。这个部分主要讲的是有关于见解。当我们说大话了，那么想忙不？今天休息过的话是。见解有许多种类。我们按照本来佛教那里的说法也那样，第二那是吉祥嘛哇，都得把。我们把生长把我们把这样那些阿拉样的呢结局结局了所谓大云南下三米米叫我们没有的有众多无边无际的一个见解。以佛教内部而言，譬如说以四大宗派其中有毗婆沙宗、金部宗、唯识宗、中观宗的见解。那以密续的一个角度而言，也有世续、行续、一切续、无生一切密续的这些见解，所以见解是非常的众多。嗯，但呢，他可是台湾的气有几趟呢？点了爸爸做结果嘞。其中有一些见解，主要是建立，建立外境的部分。可是南个省几趟呢？啊呢，他台湾看的点不结果多，点这个趟呢结果嘞。有些见解是基于内心而建立的，或者是抉择的。同那大话大话说的，没当结果的，没当着话，大话的没当着话的，痛苦的什么的。总之，见解犹如眼睛，必须要见清，或者是看清实际的状况。重点就是见地，就是眼睛一样看得清楚。如果没有眼睛，掉下；没有见地。清楚知道不了解的话，就是你走到的路走不到，所以见地就是很重要。但是这些重要的部分不一样，一些就是外面的这些，他们一直检查可以，搞得这里的，到我七年出了吧，到我哪年出了，没有认识。寻求见解的方法也有许多种，从外寻求跟从内寻求。第二呢，就是给到位的，我这档给他不得了，专门的那说不去有的意而指引或者是介绍见解的一个方法也有许多种。当然了，说等这个到位那么长忙，我去有的，他早早的开始，什么的，到我当面在那着，他真的，你不是觉得到我去有说呢，他这个我的意思。多，但是只要我们获得一个无我见就可以了。所谓无我见指的是直接能够对知我执的一种见解。本来他们的没事都要让他们他们的没得事情都要得扩张性感受的话。刚刚念的第三句话当中说到犹如炉火灭尽烟自灭，只要火被灭烟就自然灭了。你那些，难度让给生给造我的缺少呢？等你到我他们这个，那个的好过多了。生给造缺少分手。生给造我的好过过了，生给那路的好过过了。所以只要能够通达心之本性，就能够通达一切的见解。看起来，大家懂不懂？懂吗？真的懂？怎么那么厉害？OK OK， 知道了是不是？OK OK， 他提过了，没事干什么事？提到见解，其实它的范围是相当的广。这个就是真的很广大，然后真很深入的。どんな他カリシオゴレセオンデテンリギ
탐 지게 투석 조 랑기 셈라 투어레스. 所以 주파의 관键 진정의 관键 在我们的心. 탐제 탐제 투자대 수수 셈라 투데레. 都出自我们的心也可以这么说了. 상보 정인데 셈레. 恶念 是从心起. 야부 정인데 셈레. 善念也从心起. 담에서 담에 미딘 쿠딘 남도 코롱 담에 담에 탐제 크레이지 몽기 마인드로 탐제 됐음레 非理作意跟胡思乱想都从心起. 바랑수 코와 탐에도 동안 양 동안 요에기 유 탐제 바랑수 셈 스난자 딱진디 제고레. 而在 生死轮回中承受无比的痛苦也是其因都来自于自心我们的老板就是达真我们的老板是我执我执老板不认识가르쳐내코기내루마동와라때네만조참되고있어 因为不了解实意或者是实相使我们漂泊于生死不了解他的缘故就是我们一直转轮回第二的苦给造的确实呢到他们去给内陆的多用的意思所以只要彻底了知心之本性就能够了知诸见 마리바게 자와테 최소나 니몬탐지게 자와 최루레스 동안의 도리 只要能够 잔断 우미의 근본 就能够 잔断 烦恼 되네 자와 탐지게 자와테 항고용레스 동시에能够 了解 이체 见解의 근본 자와 양다바다 양마다바다 된다의 항고레스 也能够 了解 正见与非正见的差别 자와 로바인비 김생 가르레스 颠倒见的原因是什么呢？对那个念路还冇过呢，到了我家来。缺乏了正见，才会产生颠倒的见解。善解为众生开始嘞。为什么？成佛的理由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缺乏众生？善解是。彻见心之本性。你那样，到我下个月怎么就这个嘛的呢？缺乏。 给到我们某天去，等你光把给娘子领呢，打工他去呢，这不算计，可帮谁的主顾我嘞？但是光证悟见解也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呢，也要修正自己的一个行为，见修圆融，见修双运，方能成就佛果。OK， 第二第三，但你们你把的绝不写个图是。接下来就开始介绍有关于行为的部分。三界前面公路茫茫样子。 有相无相，观法虽众多。 살동숭주 깨림전족 곰아삽스어디 곰바시기도 明空双运，深次念圆奥。 이게 또 곰바시기도스. 这里最主要讲的是羞耻的部分。 다와데 간데 타제바 난신 아니 다와게 하고비 된디 곰바 냠슬랭고를 만도 지금 하고와 삼지기 니몽님을 조그마리스. 光了解实性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光升起见解是不够的。升起见解之后，必须要如见解所通达实意的一个方向来去修行。刚刚我们说这个有关于见解的部分，听懂了吗？你们都说听懂了。听懂吗？但是这个听懂一样的，听懂一样的。 做得到吗？有解决吗？有解决烦恼吗？所以要修行。<笑>第二个部分就是要修行。你们独家人帮我说哈古多斯。我们都知道烦恼是不好的嘛。底下独家人帮我说哈古多斯。贪心是不好的。大家都哈古乌斯。每一个人都知道。谢当独家人帮大家都哈古乌斯。我们大家都知道嗔心是不好的。但是。
每一个扑通扑通的孩子在上面坐的。그양줄내강랑내옹들랑조야를마도지기말랑수니몽콜라칼세니몽니몽땐두문도왔어明明知道称心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依旧随着称心而转，都无法对着称心吗？그니몽디하고와삼지지금인도디인디삼발라니몽공구그래서光了解烦恼是不够的，必须要修持对治烦恼之法。第二呢，他承接前面公路忙那样，山东送去给人们整座公是，就当给人们当公业、租人们公业、新年公业、劳动公业，对这个公他忙不起来，对呢，你们你们就是给他忙不有的。一那样，我给告诉做介绍送去给你们公不了，对呢，啊呢，啊，可是说的，所以说给打针。有相无相观法虽众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升起次第的修法，圆满次第的修法，也有毗婆舍那等，但是为了斩断或者是彻断烦恼明空双运生次念缘傲，也就是说生缘次第要圆融或者是双运而修持，方能彻断烦恼。그래서디스디스거기도와디스지디스님도따는마다하고말했어인디스디스자디에디스디스님도따는다하고디스지수술을서로할래보고그러와어곰디자니세기베아곰디자니세기베디스자디마지단디까블라아네오디코티장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内意其实是蛮花时间的，但是呢我们学习的同时对这些内意应该要有所感触吧。如果我就是简单来讲，这其实你们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这个代表就是你们没有动，如果动的话一定会有感觉，听懂吗？真正的改变就是从感觉来的，就是知道是不会改变的。我刚刚说的一样，烦恼我们知道，不好我们知道，烦恼不好我们知道，但是从已经到现在改变没有，没有原因就是没有转变参修的感觉没有，所以不会改变的，永远的样。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有怎么样来参修，怎么样来。感受，为了要感受，花时间，不是停停停下去。OK， 那把这点想的知识的继续做多。不好意思，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也尴尬，怎么样？一点一点。嗯，我等到等你这边都。留堂部的龙的点像意思。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课先到此为止。但是我想说，把这个第一品的口传要传递给你们。嗯，可是那样第下个礼拜，拉曼电信都是他可以回复。我没有空，我有闭关，不好意思。第一个请教。结巴都没自己，没有丁克，没有丁克。是是是是。结巴都没自己忙那样，给地帮了今天白把烧，这不土地没有忙先讲，大哥结巴忙出娘们了，俺不是土地，俺些点把烧，点了平时财神地动手，啥都什么那么了没地讲，让人俺送什么了找不起，地动还把没把点把烧。yar chi margin tri dan lo ba so ran den me ba jo chi de khor zum me me ngo wa ke de sab sab je den be lu de dan bo okay ngan zu ge ta ta da ni ba de de yin s sang ge ni ba de ta char song us drin ge ji de jian de ke jiu dao ci yuan man jie shu le de ni ken de ba cha sang yan ne yan du lo s
希望各位回去之后要一次又一次复习，수수샘라다시당，同时要反观自照。아니드니지는못했니제당시대는니지라나파지베리몽무지나공부면도스드니니차라마공패기레스공그런종원배워래이완마아니가실연락을이나야디베자딩나랑트레스现在苦 subject 的现在刚出的意思。要持续修持。那接下来，我就没有空了。有另外一个那个喇嘛来代课，他的中文也不错，所以到时候他自己可以带。他我的话要翻译，里面很麻烦。他来解释，但是可能他家的科判跟我有点不一样，但是还是根据着这一部论来介绍的。不是的。那。他会另外一个 subject，OK，、okay, 这个 subject 的话，这个一个 subject， 然后很多人这样子的话，一点点会乱，所以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在啊，我一直的，因为有时候讲一些插一些英文，有时候插一些中文我就乱掉了。他刚刚讲 subject， 我以为是 subject 是科判的。对，所以讲另外一个主题了。这是主题。OK， OK， 好，谢。说那么的，他们就是把你都那捏别着那么吧，一个那些把拉住，是别错连着玩着玩的笑。장주샘초름보르치마게바남기주르치게와냠바메바본네공도배와쇼종원부디시종원에장주스남디오德愿正佛自信然后身上含滋长。OK， 好，那我下次，下次我下一堂课我可以送八本这个常用仪轨，会相关跟践行的部分。OK， 大家不好意思。